好啊，咁就我金鋪頭就喺2020年嘅五月份正式開業嘅，咁主要咧就係玩 VR 路嘅，咁啊俾澳門市民啊或者遊客咧有增加一個遊玩嘅即係遊玩嘅地方咯。咁由於我金鋪頭就喺疫情期間正式開業嘅。咁咧，因為疫情嘅原因，咁導致澳門居民同埋遊客就大大減少，咁從而減之就係鋪頭生意咧，就個生意就大大都係跟住大大減少啦。咁咧，因為由於前期嘅投資太過龐大，咁導致我生意宣傳方面咧就不足，而導致咗而家經營上面咧有困難咯。未來嘅發展方向，其實我自己都唔知啦，因為而家生意咁差。我都好迷茫，唯有見波行波囉。